是鱿鱼，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是9月17号，2017年，就是权志龙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的那一天。哇！如果你去过演唱会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有些我觉得大多数演唱会都会，就是那主办单位都不会给你带水进去演唱会，就可能你排队之前。你可以买水喝水，带水。可是你一要进去里面，要进去那演唱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 check 你。好像你去三位乐棍，他们也是不给你带水进去。可是三位乐棍他不给你带水进去，是因为他要赚你的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是演唱会哦，有时候你进去了，他也是没有卖水，所以你就想，哇，那些粉丝在那边，哇，要唱歌，要摇摇摇。哇 ，Rock Zone 的人全部挤在一起，然后又要尖叫，欧巴这样子喊，一直喊，喉咙肯定会干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怎样办呢？如果没有水喝，又人挤人，就这样热了，马来西亚会晕倒哎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解决方法。我要怎样喝水哎？我不可能一下子灌很多水，等下我要看演唱会的时候要小便怎么办？更加出不来哎，你挤在人群中，你要怎样出来小便？所以你不能喝太多水进去，所以你一定要带水进去里面。要怎样办呢？现在我就要来教你，要怎样把水带进去演唱会场地里面，还是你要偷偷带去上位啊？还是你要带酒去不能带酒的地方，都可以，只要是饮料都可以用。首先，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的打扮就是这样子，外套、衣服、裤子这样子。第一就是你去找一些小小罐的水壶，这个是我爸爸去出国旅行欧洲的时候买的那种酒啦，那些喝酒不是放在这种罐子里面，它其实是一个 keychain 来的，可是它是真的可以装水啦，所以你就装水在里面，哎呀开不到，装水在里面，这里应该可以敞口吧，2个小时演唱会。有三口水喝，你以为三口水很少？当你真的是口渴到一个不行的时候，就连有一滴水这样子沾你的嘴唇，也是天堂啊！你那时候是连喉咙也干掉，口水一滴都没有，所以这是非常好。你也可以就是挂在你的 bag 啊，别人就会以为是 keychain 来的，他们都不知道是一个水壶，他不会知道里面有水，还是你可以当耳环这样子吊着，哇，时尚。不然就是像我啊，放在口袋里面就好，这样子都不会有，因为他们不会 check 你的口袋有什么，所以你就直接放这里，还是这里啊，口袋啊，很多口袋嘛，你就放进去就好。然后你就他 check 的时候，就走进去，他 check 你的 bag 而已嘛，就走进去，哇，好像没有什么事这样，给他 check 啊，怕什么？我的影片绝对不会这样普通，叫你买一个小个的水壶，这样子进去不好咩？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买这个是。它其实是浆糊来的，本来看这里就看得出来了，它写 glue all， 然后你就把浆糊用完了过后是不要丢，你就用水洗，要洗很干净啊，包括这些盖子里面全部洗干净，然后这也很小嘛，你可以用好像刚才这样子放在口袋还是什么，然后这样子喝，这个打开喝，或者是这样子打开，这样子喝，这里比刚才那罐还多哎。你看这里就可以有5口了哦，很多。在演唱会这种时候，5口也不能开玩笑了。嘿，放在这里，一罐小的在这里，一罐 glue 在这里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重点来了，我到底为什么要穿这件外套？这就解释了我第三个水平在哪里了。你看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外套，可是这个外套特别在哪里？它是。双面的，就是那种你可以反过来然后再另外穿的，到处都有这些外套啦，然后这个刚好是 Big Bang 嘛，我就可以穿去哦。然后它好是什么，它外面也有还有一个口袋，然后你反过来的时候，就你反过来穿白色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口袋，这样别人可能不懂吗，他就看哇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，可是当你打开这边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口袋里面其实有一小罐矿泉水，我刚才讲了这样的话，这个水壶一直都在我的外套里面，你没有发现到对不对？
你不仔细去看的话，你是看不到，因为这水壶很小，而且这里啊，你的手可以就是挡一下，就你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你这样子，哇，看不到啊，蚊子讲话讲话，你都看不到那个水壶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用这个手来挡掉这个鼓起来的部分，然后你不要并起来，因为并起来它会看到好像一条东西在那边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很自然的这样子给它打开。你只讲话讲话讲话，可是你要牺牲一点点啊，因为很热嘛。可是如果你 check 啊，你进去啊，你就把外套脱下来，把水壶拿出来，里面你就很安全了，你就不用理那样多了嘛，因为你已经进去了，你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第三个 ，OK。然后我们一个演唱会去哪里都好，你一定会带着一个 bag 嘛，对不对 ？bag， 然后我就会带这个 bag， 这是我爸爸的 bag 啊，他。你不需要带这个 bag 也是可以啦，可是就可能如果你的 bag 没有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哦。可是我爸爸的 bag 他很特别，就是你如果不注意看啦，你就是会以为只有他只是有一格这个大格的，你不会看到他其实这里呢还有一格秘密的 zip。 那你打开，我们就在这里塞了一瓶水，好大瓶啊！我们这个呢，在Daiso就有的卖了啦，你就不要装太满哦，因为就是装太满，可能会比较明显吧。你就放进去你的 bag 里面，然后 zip 起来，然后把拉链拉到最低最低最低，藏在里面。所以不仔细看的话，我没有跟你讲话是看不出来的。第五。是不是第五啊 ？OK， 第五，这个，哇，看我样子就戴眼镜样子，哇，根本就是一个书呆子，去到哪里都要带一本书来看。可是其实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这个书我是在Daibo买的，或者是你可以自己 DIY 做啊，上网很多这些教学的。你看，打开，哇，有另外一个水壶在里面，里面满满的都是水，哦，这里。你看你放在这里，就如果你不强调的话，谁会知道这里面有一瓶水壶哎？不会有人去想到啊。如果我就把这个光明正大放在我的 bag 里面，我放在塑胶袋，是不要给它不小心打开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很普通的丢在 bag 里面。他如果 check 的时候我给你看，哎呀，他如果 check 的时候你看，哦，一本书，一个水壶 ，tissue 这样子，哦，很正常啊。这样子摸摸摸也摸不到后面，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水壶这样子。如果他拿起来看，哎，也看不出来，就是一本很正常的书。然后我不是一个人去买演唱会，所以我的表姐她也会另外带一个 bag， 这个是我表姐会拿的 bag。 你看外面是不是很正常这样子，这个是谁都可以做到，就你不需要特地去买一个有暗格的 bag 这样子，或者是有隐藏拉链的呗，不需要。这个是，它是就是普通的呗，改造变成有一个暗格这样子。进去，哇，好像没有什么，就很正常啊。这些钱包啊什么的，这样子很正常啊。这个是全部东西移开的时候看到的东西，就哇，这很正常的呗吗？你伸手进去摸，什么屁都摸不到这样。哇，我屁都摸不到这样。可是呢，其实因为已经 set 好了，我不想拆开来给你看。这里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木板来的，听到吗？它是一个木板来的。看，它最下面呢，这边已经空了。可是你看，它下面有一层这个木板，就给人家以为，你看这样子看，你看，你以为是底部了啊？可是其实呢，它是假的底部来的，就平时 bag 的底部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做一片假的东西在这里，所以它这里就有一个秘密的 drawer 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可以把两个水壶这样子，我这个啦是刚刚好可以塞两个水壶，可是可能你的 bag 的底比较小还是比较大，就可能会塞比较多还是比较少这样子哦。其实你不注意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给它 check 的时候哎，我们就是可能趁比较多人的时候进去啊。就会匆匆忙忙这样子 check， 他就不会看，就不会很仔细这样子去捞整个 bag。哦，对，我还会拍
就是到时候我去演唱会的时候给他 check， 真正给他 check 的时候我就会录起来，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录起来，然后给你看我到底有没有成功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去嘛，等一下我就会录起来给你看我这些方法到底哪一个失败哪一个成功，如果真的是成功了我就 share 这个影片啊给你朋友看啊，如果你有朋友要去演唱会，所以就拜演唱会见。哦，要进去了，这是可不可以带进去就看这次啦。 OK， 哇，比去看前这种本人还紧张。 OK OK， ready ready ready。哇，没有想到我们这样成功了，我们这样成功了，没有一个被拿掉了，而且他还有 body check 哦，我就把我的外套掀起来，然后他就只是摸里面那层衣服吧。哇，他有摸到你屁股吗？有，他摸我屁股，他太捏我口袋的那个水壶，他捏，全部他捏了一下，他就看着我，然后我没有看他，我就直接走掉。哇，干，紧张哎，呜 ，OK， 然后拜拜那个。那个 check back 啦，他完全就没有摸，他连摸的意思都没有，他就讲 can you， 然后我就撕开里面那层暗格给他看，哇，他直接完全就是没有在看啊，都那本书还是没有看到，一整大瓶带进来，然后你的怎样讲一下你的故事？我的就是他这样打开的时候，然后我还以为他这样子，然后他还这样子投进去看一下，我还以为他有发现那里面有两瓶水，结果他讲 OK， 然后我就走。哇，根本就是小心脏病，可是根本就很安全了。OK， 呜，所以我们进来了，得吧？所以，耶、yeah ！所以这个教学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。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讲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有 try， 然后你也成功了，你可以在下面跟我讲。如果你想看我上一部影片的话，你就按这里。如果你想要订阅我的话，就按这里圆圆的东西。OK， 所以，拜。